我的家乡在甘肃，这里是有看不到边的蓝天和黄土地。我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种庄稼，也在这片土地上踢足球。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开始练习足球。你看，哎，这样控制，如果它快，你就把它怎么样点一下，听出了没？前脚掌，前脚掌。这个胖胖的老师是马校长，也是我们唯一的足球教练。他以前也不会踢球，但他每天都会看很多足球书和视频，自学后再把书上的技能教给我们。这样组成了我们的小球队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们球队最厉害的前锋张国勋。但是不就他踢的球，死条都不让踢，他妈妈不让他踢球，为了说服他妈妈让他继续踢足球，马校长第三次来到了张国学家。像张国学那现在这个适应能力各方面就往能力这样，你赶紧往出输，你就是往那去对吧？干了没本事么？你咋就干？你这个你看，那么平时你这，可还是无法得到张妈妈的理解。但马校长不会放弃。马校长说，只要坚持，梦想就和这片土地一样广阔。我们相信，一定会让我们足球和家乡的土豆一样，成为我们山里的骄傲。